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所有贤士同修，我们来到世间上是一个非常微细渺小的一个尘埃而已，但是我们往往不了解自己是一个尘埃，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啊，用自己的思想和妄念来左右整个的大地环境，破坏环境，这是没有智慧的思维和想法啊！有如在台湾几年前啊，开山垦地到处开山，结果造成土石流反扑，弄得政府疲于奔命，措手不及，伤害人命财产的事件多得不得了。那个是在前60年以来，台湾这一块宝地原来是平静的。新的政府来到台湾以后，大肆的开发、挖、砍啊等等的问题，造成地形变化啊，造成下雨来了，土石流来了，尤其像今年台风这么多，山区的居住朋友们，我们为他们担心。在周围有受到危险的，我们也替他们担心。啊，这个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果和因啊，还好嘞。过去的开花阶段都开花过了，产业道路、农路等等也都开过了。啊，还有山区的大型开发也都开发过了，政府已经有觉醒了。啊，现在只是水土保持还比较欠缺。啊，尤其很多的河流把它堆积如山的沙石啊，政府没有这个措施可以把它移去其他的建筑来用疏浚，结果很多没有做了，造成河床一直高起来，当然就影响到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啊，农作物的损伤等等
所以这个都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的部门，有智慧的官员们啊，来为老百姓提出计划来改善啊。现在台湾的砂石不够，我们要从大陆去买砂石进来。事实上台湾很多的啊的川河山河大地留下来积沙淤积的砂石，哎，政府可以规划来开采，然后疏浚，这是一举两得啊。一得呢，就是政府可以卖一些钱来做建设，再来呢，老百姓的财产啊，农地就不会受到水患的威胁。这我就感觉很奇怪了，难道我们政府的官员没有这个智慧吗？或是有其他的顾虑？台湾是小小的小台湾，是一个宝岛，在太平洋台湾海峡中的一座岛，就是蓬莱仙岛。我们希望有为的政府、有能的政府官员们能够多多提出国土规划保护大地的法规啊。还好这几年来已经进步很多了，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下一代的子子孙孙们留下一块净土，也许所留下来以后自己会再来享福，再来享受。所以王禅老祖一直提醒我们，大地风水要保护，山河大地的啊，这一些山川要保护，防患于未然，这是最基本的国土建设。国土建设好了，我们人心建设就已经安一大半了。安人心的方法不是只有在政党斗争，政党是一个团体，人民团体。既然发愿了，又要为台湾人民来奉献、来努力、来规划，啊，一块完整的宝地啊，应该要多多去参访地球上各地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国土规划。啊，不要怕说四年就要卸任了，不要怕，四年内你有很好的建设性留下来，你的功德齐天，你的福报齐天的啦。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安心真经为各界来禅解的万生万物的调和法则。本段节目由各位微信贤士
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之间有万生万物，山河大地啊，大地之中就有万生与万物啊，万生是有生命的，万物草木石空气啊、矿产等等的没有生命的都为万物。那么我们人也是万生万物的总和，人有灵性，但是我们的身体是物，物没有生命，但是物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啊，需要我们的灵性来掌握自己身体的生命啊，才有佛家大修行者往生之后涅槃了、啊、化出舍利子，他会再生，这是物和生命合而为一，是非常非常高境界的。所以我们物里面也有生命，最贴切的就是我们的动物的身上的细胞、骨头、毛发、五脏六腑都是物。一旦灵魂离开了，那就是物的终究还是物，溃烂了，四处流散，尸臭满天。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悟人生无常，我们要趁着还有一口气，有机会学到，有机会修行的时候，要来领悟觉悟如何用我们的身体、身口意、眼耳鼻舌身意、五官六意、七执进入我们的心田，然后反映出来啊，过一趟心安的人生。所以万生万物，万生在太极图，这是万生，这是生命，万物啊，这个生命啊，这个呢就是物，人生。所以这个太极图的告知我们，人的灵性躲在里面一点点，整个身体的细胞、肉体，包括毛发、包括骨头、骨髓等，都是这个物啊，里面就是要有生命，才能够掌握人生。但是我们最近社会来很乱，都没有悟到我们的灵性来到世间要干什么啊，成群结党去抢劫、打架，都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我们都被物所捉弄了。
没有找到自己的灵性，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尤其呢，当一个人他得到权位之后，他会用他的身体的物来发出攻击、伤害、损害、破坏社会、破坏他人的生命，发动战争，伤人害命。等到自己也被杀了，呜呼哀哉，后悔莫及。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修养，不了解到安心尊敬的尊随，不知道宗教的修养素涵。所以万生万物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身体是一个物而已啊，衣服穿的也是物，所有能够用的都是物。你要用的是怎么用？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灵性来掌握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我们早上一大早都在公园看了很多在那边运动，做各种的体操、跳舞、练拳等等，我非常的佩服，非常的赞叹。赞叹呢，利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甚至几十分钟，练习自己的物身体如何配合自己的灵性来运行，做各种做动作，由外而内激发内在的细胞潜能，五脏六腑的细胞潜能啊，发出能量。而能量越旺的时候，那你的精神越好；能量越旺的时候，你的希望越大。所以很多人忽略了能量，你是运用能量是要来了你生生世世的愿啊，你的愿力来世间是要做什么。但是有的人忽略了，身体好了，飞檐走壁、翻墙倒柜啊，偷骗抢拐，这都已经违背了天心和良心。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从万生万物去悟，要从万生万物去理解、去参禅，然后你才会悟到，原来我来世间上所要的，不是一个很健康的身体，到最后还是死翘翘。心安的境界就是一片的光明，一片的光明是心安的境界，生命的光辉，那就是成圣成贤成佛。所以这即是万生万物各自领悟、各自觉醒啊。站到站的休息都不痛也不痛，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在万年前他是一位国王，世自在王如来来度这位国王，然后国王出家
修行了，法名为法藏比丘，所以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开始就发六波罗蜜来修行。六波罗蜜就是忍辱、持戒、布施、智慧精进和禅定。后来发现这个是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已，自我生命的升华而已，还不够。后来他又在四自在王如来前面发了48大愿，48大愿就是无论天地之间的万生万物，尤其万生有生命的动物，愿推转动人，各种动物啊，花愿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法藏比丘，他都会接受，而且自己建设一块极乐净土，让所有的人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有如耶稣的天国、上帝的天国，任何众生都可以去。但是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之后，天地大震动，龙天护法诸佛菩萨赞叹法藏比丘的睿智，所以都一起共同来护持法藏比丘成佛，而成就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内在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没有痛苦的世界，四季温和，而且呢，极乐世界的人灵性都是非常的慈悲，没有像世间人这样在斗争、厮杀等等，啊，包括所有地球上农作物的烟灰转动，被我们耕农的用农药杀死了之后，他的灵性法藏比丘阿弥陀佛也都欢迎他们到极乐世界去，而且派了观世音菩萨1000亿化身来接引，所有万生他们的灵性到极乐世界去顿他们的心，讲经给他们听，让这些动物人也能够心开一截，不要再流到世间上有所轮回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这其实阿弥陀佛非常了不起的大慈悲心，可是我们人就不一样了，只是容许自己的最好的亲朋好友
来接到这个法啊，这样的话我们会自己 自我束缚，困在黑暗的洞洞里面，还是爬不出来，没有办法成就一片光明的。所以这个成道，这个还没成道。我们看到太极这一张图，我们要学习这就是佛心，这人心啊，人心都一直在摸索，人心的光明面只有一点点，为什么那么狭隘？佛的心是一片光明天，还包容的众生的一些无明，包容他们。所以我们修行，我们要学这一张太极图啊，不要随便与人斗争。我们随便与人斗争，你就会落入太极图，就是地狱，落入地狱里面。当你心放宽了，关心众生，关怀众生，关怀众生的时候，你的灵性就是一片的光明天啊，宇宙虚空山河大地都被我们包容了啦。那你当下你即是佛，即是圣，即是贤，即是神。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所有为先弟子，要做神，要做佛，不要做鬼。做鬼并没有的办法改变你的希望，只有做佛有智慧的才能改变你的本愿。如何让你的本愿更加的光明，更加的有爱，来包容众生？这即是众生，这是众生，这是爱。若是我们这一片众生的思想行为贪嗔痴是众生，所以我们的灵性就是那么一点点，永远在过着苦恼，过着不知足，过着颠倒梦想，跨爱，到最后助我堕落了，自己创造了黑暗的地狱世界。地狱的果由自己去尝受去承受啊，天堂的果是由自己修去享受。所以天堂与地狱在一念之间啊。德威今夜门，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之间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存权利以及尽调和的义务。而天地之间，大地山河之间，草木都有它的生存的权利，所有的动物也都有它的生存的权利。动物有动物的灵性，草木有草木的灵性，各有不同。万生万物，尤其动物，
他来到世间上过这一年没有机会投胎为人，因为人的身体的结构和一般动物的结构完全不同。动物的结构和人的结构缺少思想，所以有缘的投胎为人，缘分不具足了还是要到世间上走一趟，投胎为其他的动物鱼虾变成软动猪类，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天命和责任和义务，比如蚯蚓，他能够在土壤里面把土壤翻松，让植物能够根茎能够生长开来，农作物植物它就能吸收到空地里面的养分而长大，又如我们后面的这个树一样的道理。所以动物的天命，人有人的天命，又有如苍蝇飞禽走兽蚊子，它在飞的时候是带动这个空气的对流交流，让人万生万物空气会对流就能够生存下去。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有一颗慈悲的心来对待万生万物啊。有时候我们很多出于无奈，农业因为很多烟灰软动他来吃了，人就没有办法来得到植物食物，所以就研究研发农药和各种方式来扑杀植物才能够生存。但是站在一个佛的慈悲来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生存在地球上，所以佛才告知一个方法，就是要借修行的功德来超度烟灰软动诸灵有如在十年前我们台中龙井的中港道场延然法师一个因缘到了他是一场大病，结果看到就是他这是做农药的，做农药间接杀死很多烟灰软动，所以这一些怨灵来找他了。那这延然法师呢求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才依照宗教法仪诵经供养
招请怨天转众诸灵来超度他们，圆然法师的病才者好起来，不然四肢无力，两脚发麻，两眼花紫啊，这个即是一个案例啊。所以现在每年圆然法师修法要为地球195个国家的农业怨灰转动诸灵超度他们，在每年的水陆大法会的时候啊，来超度他们都能够圆满啦。所以自从圆然法师深谈每天诵经来超度怨灰转动诸灵之后，他调查啊，这农业卖农药的朋友们啊，他们第二年卖的成绩怎么样？结果少了三成啊！过去田里面的烟灰，这个病虫病害也都减少了啊！所以世间上的事情，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灵性的存在，只是我们人类无影用各种的方式相互的残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老祖师尊大慈大悲，在民国86年的一年要我到南部圆通寺去那拜佛，我出来刚好在旁边看到一本《活说大阿弥陀经》，我好高兴，请回来静静的参禅领悟，才悟到天地之间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存权利啊，所以我就发这个愿，每次有水陆法会或者大法会活诞日的时候，我务必还要超度五阴杂类怨灰转动，开山垦地建设道场啊，等等无意杀害无辜的怨灰转动五阴杂类诸灵，然后以精宝供养回向啊，祈求佛菩萨接引啊，往生啊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因为阿弥陀佛的慈悲啊，也开示了他要渡尽地球以外六方国度啊，天人众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当然我就依照啊法仪修行，依教奉行，所以我悟了啊，万生万物各自有生存的权利啊，以调和的义务。那么我们如何来
尽量做到，只有修行一条路，啊，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才能够圆满，啊，这是今天我们万生万物，我有感而发的，啊，为各位来禅解。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天地之间，山河大地的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存本能，也有它的生存权利和调和的义务，啊，都有它的本愿。啊，一条鱼在水里面，它的游动让水里面有氧气，植物才能活。扩大到海域，像台湾南部海域里面，气候的变化，水生植物的渐渐的凋零，啊，我们研究大自然的专家们非常的担心，这是大自然的调和法则。若是有风、有浪、有水来破坏，那是大自然调和；若是人刻意去把它摘走了、把它破坏掉了，那有失道德和良心，啊，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把地球放在心中，等于我们心上的一块肉，任何一个细胞，我们也不能让它有所受到伤害。可是要做到这样，讲归讲，做归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学习要能做得到，要把它做好，啊，有一天你才会体会说万生万物的生存权，万生万物它的可爱，都有它的天命，啊，都有它的本愿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修行，这要修正过去偏差的个性和行为和思想，过去的无知我们要改正，过去的偏差行为我们不要再犯。那我们从任何一个时间当下起，就是有福气的开始了啦。所以我们大家学易经，就是提醒各位，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知人生，而用意知天理呀，啊。啊，尤其我们在世间上，万生万物在竞争，适者生存，那你怎么生存呢？
啊，除了人与人不要相互伤害、构筑生存以外呢，我们的事业投资更加的重要。若是你投资错误了，啊，你接下去的事业生存就有问题，你就会拖累亲朋好友，多么的不慈悲啊！啊，若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开发一个新产品，你自己想了天花乱坠，天花乱坠，结果花了很多钱，亲朋好友你把他找来，然后呢，啊，头头是道，啊，满口都财，会赚钱，贪心的一大堆，没有智慧的也一大堆，结果到最后来，就是啊，拖下水一大堆，那你怎么办能够防患于未然呢？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个已经超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更高的境界。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嘛，我们在台湾各地都有在开课啊，你们来学，学了易经之后有智慧啊，你就会减少失败嘛，啊，减少被淘汰啊。易经的道理是告诉我们哪一件事情适合我们做，告诉我们是哪一件事情可以做，能做了你就做，不能做的不要贪心和勉强。所以义就是我们的老师，是你内在良心为义，内在良心的尊严就是义。所以要以内在良心的尊严来开发啊，自己一条生存的权利和人安心的明天啊。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啊，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即是万生万物相互调和的另外一条路径啊，一个法门。所以我鼓励各地都在开课，你们有缘的就到各地去教室或者道场去接法，你修得上乘的妙法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才是永恒的明天和未来啊。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林永贤士